Sie? Ja, ja!见过郡主。霓凰姐姐，没事吧？不错，今年能过这些招了，长进很大。霓凰姐姐，是不是我的长进大些啊？还是景睿的长进大些？谢郡主夸奖，他家有天权剑宗教导嘛，我只有夏冬姐姐教我，他当然比我强些了。都好，长进都很大。姐姐，下次别见到我们就是我们身手，这么多人看着，打不过你很丢人的。好。下次单独试你。哎，你们两个去哪逍遥去了？啊，去接了一位朋友，他平日里身体不好，我请他来京城休养。护国柱石，不愧是宁国侯府啊，这几个字都是皇上御笔亲题的。父亲戎马半生，为国征战多年，故而得到陛下这般恩赐。是啊，谢侯爷的军功可不是一般人能比的。这个时候父亲应该在书房。苏兄，请。景睿，我此次来京城养病，以普通江湖人的身份可以省去很多麻烦。我现在唤名苏哲，你称呼的时候可别疏忽了。苏兄放心，这个我记得。大哥。哎，谢弼回来了。这是我二弟谢弼，这位苏哲苏先生是我朋友。啊，先生。他身体上有些旧疾，我特邀他来金陵小住休养。大哥的朋友便是谢府的贵客。苏先生，安心住在这里吧。您请。岳父请放心，那对老夫妇已经安全护送到御史台府衙，状子也递进去了。好啊，如此一来，庆国公的案子誉王无论如何也推脱不掉了，就看陛下如何处置了。启禀侯爷，大公子回来了。知道了。哦，他们不知我进京了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见，我从后门出府。苏兄请。景睿见过父亲。此番在外留恋如此之久，以致连中秋之期都误了，以后若再敢如此的话，为父
有客人。在下苏哲，见过侯爷。